农夫杀蛇害子找妖。浙江省江山城南有一位身材魁梧、性情残暴的莽夫，常常欺压善良鱼肉乡民，家中育有一子，与他相依为命。哇，爸爸，你真是酷到不行！你那凶恶的眼神，简直就是特大伟的裸模啊！任谁看了都会吓到岔赛。那还用说，你老爸耍狠起来可是六亲不认，不管到哪，人家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。孩子，你给我牢牢记住，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、残酷无情的。先教你如何吃霸王餐的配方。来，我干了他。哇，大流氓来了！快跑啊！快溜啊！店小二，把你们最顶级的韭菜通通给我端出来，若敢不从，我就砸了你们的店。是是的，大爷，这下子亏大了。哎，哈哈哈哈！当坏人的感觉超爽，当你老爸走在大街上，简直是入无人之境，一片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哈哈哈哈！有吃有喝，还有钱拿，这么好康的事情哪里找啊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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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咦？嘿嘿，你这小鬼，好大的胆子！居然挡住我的去路，让你瞧瞧我的厉害，看招！嘿嘿，怪叔叔抢走我的糖果！哈哈哈哈，儿子啊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老爸的本领，你可得多学着点哦。是的，孩儿谨记在心，将来一定效法你，做一个超级大裸模。好样的，儿子！老爸这就带你出去开开眼，挑一件家伙吧。我选这把。我拿这把。我们是好事不沾、坏事做绝的恶魔党。准备好了没有，儿子？准备好了，爸爸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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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是蛇，好蛇不挡路，快给我滚远一点！再不走，看我打死你，把你做成蛇汤！哇！哇！现在求饶已经来不及了，受死吧！哇！儿子，怎么样？够酷吧？耶，爸爸你帅毙了！走吧，儿子，爸爸回家做蛇羹给你吃。爸爸，你真是我的偶像。爸爸，我明天还要跟你出去见识见识，你可要答应带我去哦。没问题，儿子，明天就带你去城里玩玩。早点睡吧，儿子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晚安哦。嗯，爸爸晚安。爸爸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怎么回事？爸爸，救命啊！哇！他不就是我今天杀害的那条蛇吗？快放开我儿子！哇！儿子，还好是一场梦。不对，儿子呢？哇，儿子！哇，
原来这都是真的。想不到逞凶斗狠的结果竟是没能亲爱儿子的性命，我真是罪该万死啊。天哪，儿子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们的心是不是与佛菩萨相应，端看我们平常对一切众生的态度是如何。如果无法戒杀护身而不断伤害众生，这不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所应有的行为。